Angelababy 与井柏然聚餐晒合影，明星们同框，一直都是能引起外界八卦神经的话题，尤其是顶流明星的同框，总能在第一时间引爆舆论。Angelababy 这几年在娱乐圈人气居高不下，与黄晓明的婚姻也让她成为热搜的常客。最近关于他俩婚姻生变的传闻屡见不鲜。9月2日 ，Angelababy 杨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，这是认真的偶遇，还艾特了圈内明星井柏然。值得注意的是 ，Angelababy 她的脸在镜头里真的小夸张，从手里举着的水杯做参照，她的脸几乎就跟杯子一般大，这样小的一张脸，还有一双大眼睛，难怪 Baby 长得如此好看。而坐在 Baby 对面的井柏然，本身也是脸小心人，是很好看的瓜子脸，可是与 Angelababy 这么一对比，头愣是她的两倍大。